Hello， 森林。Hello， 说话。嗨，我是英，又来到真假食物。哦，这一次的真假食物迎来了最令惊人的料理。看到是锅子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可见我们每一道都是用锅子来料理完成的。高级料理吗？好的，这锅子看起来高级。我要来进行第一题啊。好。闭眼睛。首先，第一题登场的食物是这个，另外一个是这个。我们来看看啊、哦，真的食物是发出这个声音哦，好硬的感觉，嗯，有壳，有脆脆。不对，我应该说一个食物是发出这个声音，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是这个，知道吗？鸭子哦。好了，打开眼睛。真假食物第一道料理，请选择。我要选。还说自己是专业的演员，马上就露出破绽了。到底哪里专业？专业的是他们吗？我是那个莎士比亚。莎士比亚不会演戏。好想看那个表情啊！我刚刚到底在干嘛？你忘记要演戏了吗？我闭着眼睛就睡着了，大家。好的，那我们数到再一起打开啊！一二三！哇！我的锅子热热的。这道料理是龙虾。这个咬、欸、我看你那一只好像是活的，因为它还会叫。对啊，他说我现在很痛。好的，没错。那我们来看看莹莹，只有这一题只有莹莹一个人答对。对，好开心啊！而且吃掉整盘呢，好开心。莹莹来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小龙虾，很香哦，麻辣口味的。欸、小时候真的，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啊，它就是肉这么小。对，没错，比虾子还小。哇，好香啊！太幸福了吧！虽然你们两个离我远去，我有点舍，我有点难过，但是抱歉了，姐妹们。我刚刚以为。欸、看起来很多，但我跟你说，吃完了，我已经吃完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再来看都头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吃。第二道，眼睛闭起来。第二道的料理是这个。嗯，这么硬哦。另外一个是这个。哈？没声音啊？啊，没声音。敲空气，对不起，你是空气。我只是在想，这锅子蛮大，它真的有办法这样子盖着，然后再旋转换位置吗？还是它在原地？其实它正在，有可能它在原地。好了，打开眼睛，准备进行选择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我跟你还是选一样的，我要自己一个人选，该不会我又吃不到吧？那要先开哪一个？那我们准备一起打开喽。到底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呢？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是假的！这看起来好美味哦，但是太假的，真的牛肉哎，它是够瘾呢，还在有汁液流出来，你们看到吗？现在我要来品尝这个美味的牛排，哇，哎，这个大小，一口一个。这个牛肉的香味，这个油花，那个 juicy 肉汁跑出来，好好吃。嗯，这块怎么好吃啊？很赞耶！我快吃完，快吃完。其实 Paula 平常吃东西是很慢的。对对对，我现在一直。
逼我自己吞下去，他快噎到了，我跟你说。好的，闭眼睛。第三道料理是这个跟这个，我们来听听看它发出的声音哦。首先，再来是这个，请选择。有人跟我选药吗？你自己选。一个人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准备要打开来了哦，一二三。螃蟹，痛痛痛！螃蟹似曾相识，跟假的螃蟹做的非常的真哦，你看，然后它会一关一关笑。哎，其实讲真，这只螃蟹比它漂亮。耶、yeah, ，真的。对啊，我抽到的三点蟹，好香哦！翻开看看，哇，已经帮我处理好了。鸡蛋是吸给我们，我们不懂，我们离开吗？我们要走了。哇，现在是三点蟹的季节。哦，今年还没吃螃蟹。真的呀？今天的真假食物由甜甜一道都没吃到获得冠军。真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嘲笑我？你们上次也是嘲笑我啊！就现在我们把就是领到的人是冠军这件事情蛮搞笑的。所以今天假的食物都由那个甜甜获得。好，都是你的。很漂亮。哎，这真的很美耶。有小孩玩耶。泡澡的时候玩海鲜，以后就是要记得要吃螃蟹 ，baby 要吃螃蟹。好，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在下面留言，下次我们要猜什么食物？好啊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我们吃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